这个板型呢，基本是90度稍微再倾斜一点啊，要小于90度，这样的呢，不要过于压，过于压它容易撞，就是摩擦了，或者说容易下网。我还是建议板稍微立一点啊，这是一个，引拍是这样，就是说这只手呢不要举着往上往后移，是往下移一点拍，啊，这样有助于放松。它随着身体的胯往后收腿沉下来，这手随之放松，这样会感觉很放松。其实前提是一定要放松，尤其是前臂。刚开始练的时候不用手腕的时候一定要用前臂，前臂这样放松以后，相对稳定，不要发力，就要用身体带住，让感觉我用身体用胯在顶这个劲儿是最好的，手稳定性啊，来，你看，我不发力，对吧？我就稳定，哎，对吧？收臂也是很轻的。 轻轻的收臂往前送，带有一种控制的感觉。对，完了，肩膀放松，含胸收腹，重心前脚掌，这可能都不用说了，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这个。关键就是说，你这个引拍的时候，你这力在哪儿？通过收胯，转腰，向右。 下方转移重心在前脚掌上，这个时候前脚掌使上力，通过腿、胯带，这个力不用太大。就是你把这些劲儿起来，你不用发太大力。对，刚开始练的时候不要发很大的力，你有这么一个传递，你能感觉出来我底下伸使劲儿了，到了我手这一块我不用很大的力，就很稳定性。包括板筋立一点也是为了稳定性，是吧？咱主要是为了这个。那你这个刚从这个建立弓球的这种感觉以后啊，怎么就是能够慢慢的形成？ 连续攻，然后把速度提起来。提起来，它可以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定点的，一个不定点的。如果光定点的话，那最好是多球了。多球可能对方发的更准一点，这是有助于你连续的训练，这样就是连续板数积累，肌肉的加强记忆可能就稳定性强。就还是要需要板数了，尤其是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就建议不要发力。 这个收臂的就多种方法。现在很多收臂其实它就是从后往前，根据球的基本上在四十五度角这个，还是要基本收的基本上是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除非大力的大角度的通过转胯，这个臂可能会延伸到更做靠左一点。真的左眉毛这个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左右的方向，它并不是让你收到左眉毛啊。别理解说我这个收臂，我收到这儿，那等于这收臂你往回收了，你没往前收，是吧？一定是要往前收。但收到哪儿，这个没有标准，根据你当时的球，你发力的大小，但是有一定什么，就是说肯定不能把你的身体整个全送出去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又倒回来说呢，还是以底下发力为主，你底下转的越大，你的胳膊收距的就越多。 是吧？你如果说底下转的越小，那你收的肯定又越快一点。你看，我给你做一这个来，你看，如果说我这手跑这儿来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整个身体转过来，对，但是我这个转大了，这就举个例子，是吧？如果我小一点，对，我这收在这儿，因为我快速就收在这儿，我重心就在这儿，这还是随着身体，就是多体会体会，就是我还是说多体会腰和腿的力量，手相对稳定。 这手的动作相对是好练的，啊，这个不难。那么平常在就是说，或者说私下，我们怎么去练这个身体这个下盘用力的那种感觉呢？就是在训练当中有没有好的方法？好的方法当然，你如果说有多球训练是最好最好的，因为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体校的，都是以多球为主的。
包括现在你国家的顶级选手也都练多球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没有条件，说没有条件，那我有一个好的球友，说能给我推或者能给我挡，然后我可以多打。在这种的，如果技术允许的话，多板数，力量循序渐进的一点点的往上提高力量，就根据俩人水平。如果说水平再高一点，力量还可以不断的再加大力量，但在保证你能连续上台、能控球的情况下再发力。就是说，举个简单例，说我拉球，我拉这一个区域，对吧？我保证这个区域成功率非常高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我可以一下20板，我都可以拉到这种力量，那你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点力。哎，你不能上来就是我就玩命发力啊，发半天力拉到哪儿没谱，那个是没有这感觉的，说明你身体的重心各方面不稳，不单单是手感的问题，还是身体的稳定性啊。也就是其实现在更提倡是说找胯，就是说他在那个用力上的对收，主要是收顶，他有点这感觉，哎，好，哎，请我们慢动作演示一下，对，收顶，主要是这收胯，他顶住一收胯顶，一收胯顶，腰腹绷劲儿。啊，主要是还是有助于还原和发力的影响。对，主要还是一是速度快，稳定性强。啊，现在球变大了以后，它不像以前旋转那么强烈了，所以它这样两边的，不管直板横板哈、啊，尤其是直板反拉这块，都是速度很快很稳，嗯。